Hi guys, here is Dream Team. Today I will show how to using GPS navigation and music or radio as the background at the same time. I will show how to setting. Okay, you can open the car media setting. You can choose Navi F. Choose Navi F. And then open the GPS navigation system. GPS 信号正常。您已进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。500米后，靠左行驶，然后向右前方行驶。300米后，靠左行驶，然后向右前方行驶。以后向右前方行驶。前方有监控，禁止变换车道。前方有闯红灯照，100米后掉头行驶。掉头行驶。4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前方进入广元快速路。前方有测速照相，100米后靠右行驶。前方有监控，请遵守交通规则。5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，请注意变换车道。我的窗前缠绕着后向右前方行驶。1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，然后右转进入渝东西路。到达渝东西路附近，本次导航结束。500米后靠左行驶，然后向右前方行驶。前方有急弯，300米后靠左行驶，然后向右前方行驶。
公里后，向右前方行驶。前方有测速照相，5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3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前方有监控，禁止变换车道。前方有闯红灯照相，100米后掉头行驶。掉头行驶。